自我实现者有下列16个特色：一、他们的判断力超乎常人，对事情观察得很透彻，只根据现在所发生的一些事，常常就能够正确的预测将来事情会如何演变。二、他们能够接纳自己，接纳别人，也能接受所处的环境，无论在顺境或逆境之中，他们能安之若命，处之泰然。虽然他们不见得喜欢现状，但他们会先接受这个不完美的现实，不会抱怨为何只有半杯水，然后负起责任改善现状。三、他们单纯，自然而无为，他们对名利没有强烈的需求，因而不会戴上面具，企图讨好别人。有一句话说，伟大的人永远是单纯的。我相信，伟人的脑子里满有智慧，但常保一颗单纯善良的心。